我介紹下先嚇，同大家可以望住我得㗎啦。咁我自己本身有低血糖嘅情況嘅，即係我由細我都係。如果我朝頭早我年輕嘅時候，我朝頭早唔即刻食早餐，而我係習慣食飯嘅。如果我唔食飯咧，我會有咩後果咧？我係可以暈啊，唔係暈低個人，我未試過一次暈低，係成個人軟曬，成個人冇力。 即刻一月坐梯，即日肚餓咪到一個肚幾鼓啦，係咪？我肚餓咧係軟啊，即係有時係會咁樣，即係我有低血糖傾向。所以有一次咧，有個報道家，佢咧就好有聖靈嘅能力㗎。咁佢有一個預先嘅聚會就請不同嘅教牧嚟到，然後佢就示範到為人祈禱，神嘅同在。佢就話咧，請你哋為呢個聚會咧連串嘅聚會咧禁食禱告。咁佢話你禁食禱告，你就求神幫你。 佢話起碼一餐，咁我就諗一餐都 OK 㗎，咁佢一餐冇問題喎。咁然後咧，我又再禁食更多。咁我發覺禁食嘅時候咧係唔同嘅喎。禁食嘅時候咧，第一個人軟弱啲啊，個人冇力啲啊，冇力啲嘅時候咧，個人咧就會靠自己少啲啊。 會掹住耶穌多啲啊，又會放低嗰啲事情多啲啊，因為你需要動作都要慢啲嘅。咁咧就發覺咧喺禁食祈禱嘅時候，祈禱神嘅同在係強烈嘅、更強烈啦。咁呢個係我所發現嘅禁食祈禱嘅光照。而我發現咧好奇妙，就係當我求耶穌幫我嘅時候咧，我禁食祈禱嘅時候冇嗰種暈嘅感覺喎。咁咧而且禁食祈禱，我發現一樣嘢就係第一日同埋第二日可能係最難。 咁但係咧，一過咗一日，鬆啲之後咧，你開始覺得唔肚餓喎。如果你再禁食兩三日咧，開始好似唔使食嘢都冇乜所謂嘅，即係冇乜分別嘅。個分別就係我唔可以喐得快。咁我嗰陣時咧，我就禁食祈禱咧，就點咧？我禮拜六日要翻教會領聚會啦，我就禮拜六日就食嘢，跟住禮拜一到禮拜五咧，我就禁食。由下個禮拜又一至五又禁食，由禮拜六日又食翻嘢，又咁樣連續。 幾個禮拜，結果咧係我啲教友叫我牧師，你一定要停止禁食，因為你而家瘦得好緊要，咁係佢哋嚇，真係佢話我唔想見到你瘦得咁緊要咁緊要，所以咧我就要停止。咁但係咧就自此以後咧，即係我禁食禱告咧係唔係即係冇咁驚啦，就可以做得到嘅。咁而發覺神嘅同在係更大祝福。咁我即係先講到神嘅同在，就先講到祈禱，聖經裏面有人嚟。 咁喺呢個世代亦都有人聖靈充滿好強，咁我希望大家渴慕啊！因為呢個世界上，我想問你，係咪追求食好嘢就會你嘅生命提升啊？唔係喎，去旅行去啲最靚嘅地方係咪提升啊？坐嘅大車係咪提升啊？唔係。其實我哋個個都有大車坐，而家啲大車都好舒服喎，嗰啲冷氣啊都好舒服，嗰啲凳都好舒服㗎，都軟腍腍㗎嘛。 以前係硬凳啊嘛，係嘛？而家咧係軟凳，又有冷氣，其實都好舒服㗎。咁啊，嗰啲人坐私家車當然唔同啦。佢就話：我想去邊度就去邊度啦。但係咧講舒服，你去嗰個地方啱咧，都冇乜分別㗎喎，係咪？即係我哋睇到其實世界上追求嘅嘢都要過去㗎，都要過去。但係有神咧係更加唔同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咧上完呢堂咧就會話。 我都想試下禁食祈禱，嗱不過我都咁話，如果你有糖尿病，如果你身體有特殊嘅情況，咁你咧就唔好嘗試啦。你可以問你醫生，我身體得唔得？你嘅醫生話得你先好。如果你醫生話唔得，你唔好，即係同埋呢個責任係你自己負嘅，即係你自己決定去試。咁我相信一餐咧，每人唔會死得嘅，即係一餐禁食冇嘅，唔會出咩大問題。不過因為你如果身體有特別嘅情況咧，我都。 鼓勵你真係要小心，因為我唔係我負責你嘅生命，我唔能夠即係你想你問我，喂，我身體成績合，咁我唔即係答你係你自己要負嘅責任，即係你明白呢一點。咁咧，你試下嘅時候咧，你會開始冇咁驚，你會開始咧更加強烈嘅神嘅同在。咁我想講下有個人，佢同我分享，我喺宣教嘅時候有個人同我，佢話佢曾經有一段時間係高度嘅禁食，跟住之後佢祈禱咧。 佢話真係嗰個能力好強好強，咁咧呢個都係一個係有一個人同我講嘅見證嚟嘅，咁我希望大家咧個心渴慕，想唔想試下禁食祈禱啊？嗱。
禁食祈禱其實有很多益處，第一同神關係好，幫我們處理生命，更加能夠進入神的心裏面，更加容易聆聽神的聲音，神更加容易跟你講嘢，還有都有排毒的功效的，同埋清腸，因為很多人其實吃很多東西，腸裏面積了很多好的東西，你想想腸是有些自貧，咁我都好似講過一次咧，就係、個腸咧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，即係呢個好直接講嘅説話。如果你嘅大便係粗咧，嗱你發覺年輕嘅時候咧大便係粗啲喎，就係、你條腸咧通啲。年紀大咧，嗰啲大便有咗好多喎，因為點解條腸好多污糟嘢棘住曬？咩棘住曬咪剩翻個窿咪細咯？個窿細所以個大便咪幼咯。咁呢個都係顯示我哋身體健康狀況。咁佢點樣幫助呢？食多啲纖維啦，食多啲菜啦，尤其咧儘量唔好咁熟啊。其實咧，啲菜就咁淥一淥佢，淥一陣，即刻攞出嚟食，唔好淥得耐。同埋食多啲纖維嘅菜，食各樣嘅方法有纖維啦，幫你嘅腸清多啲。咁禁食其實主要係禁食，但係亦都可以同時咧幫你身體排毒，同埋幫你嘅腸清下。咁誒，有啲人真係試下咧，個腸又好啲嘅。身體又好啲嘅，咁同埋亦都可以按摩下自己嘅肚咧，呢嗱呢個健康嘅，即係按摩自己嘅肚咧，就會幫你嗰個腸胃咧舒暢一啲。其實全身都係嘅，大家都有做一啲運動係嘛，全身按摩下都係非常好嘅，對我哋身體都有好有幫助嘅。好，咁我哋先咧係簡介禁食禱告，要大家唔好驚咗先。大家仲驚唔驚啊？希望咧大家唔驚，咁咧就同埋禁食禱告都有不同嘅，有啲人咧禁食可能咧淨係唔食肉。另一種咧，唔食肉唔食飯，食菜飲湯都可以嘅喎，即係你有不同嘅禁食喎嚇。好啦，我哋而家睇一睇點解要禁食？禁食係咪等於節食或者減肥咧？係唔等於嘅，禁食一定有祈禱嘅，係一定有祈禱。不過你可以順便減肥都冇問題嚇，你順便減肥係可以。好啦，嗱，我哋首先。講到聖經裏面講到關於禁食不同的經文，第一咧就係主耶穌嘅吩咐同埋榜樣，馬太第九章十五節一齊讀啊。耶穌對他們說：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時候，陪伴之人豈能哀悼呢？但日子將到，新郎要離開他們，那時候他們就要禁食。咁耶穌咧就講到咧。就係當新郎陪伴嘅時候，一齊嘅時候咧，即係耶穌同佢一齊嗰時咧，嗰陣時咧門徒咧就冇禁食。但係當新郎離開咗之後咧，耶穌離開之後咧，佢哋咧嗰陣時就要禁食啦。即係話我哋係應該咧，耶穌離開啦，我哋係可以禁食嘅。咁呢個係聖經裏面講到禁食嘅其中一個經文。由馬太四章一節一齊讀啊！當時耶穌被聖靈引到曠野，受魔鬼的試探，他禁食40晝夜，後來就餓了。咁耶穌咧，因為佢係神嘅兒子，佢係神，佢喺天上佢係完全勝過魔鬼啦，喺天上完全勝過魔鬼。但係佢要喺地上咧，佢兩方面要勝過魔鬼。第一個方面就係佢本人作為一個人啊。神住喺個人裏面，一人咧就有限制喎。耶穌作為人都會肚餓喺地上嗰時，但係佢而家喺天上咧，佢就唔肚餓啦。佢而家天上都有身體喎，因為聖經話佢點樣升天，佢點點翻嚟。咁佢點樣升天嗰時有冇身體啊？有身體，所以佢翻嚟都有身體嘅。喺天上佢有身體嘅，但係佢有身體咧，喺天上佢就唔肚餓咯。但係佢喺地上嗰33年咧，佢係會有肚。佢一樣會好似人，不過佢就冇罪，又冇煩惱，冇負面情緒，冇負面思想，因為佢係完全嘅。咁咧，佢係即係佢咧係裡面咧完全冇罪嘅。咁佢要同魔鬼爭戰，首先就係以作為一個神住喺一個人裡面，即係佢係人啦，人嘅身份要打贏魔鬼，呢個第一，即係唔俾魔鬼試探。第二就喺十字架上勝過魔鬼一切嘅權勢。勝過死亡的權勢，佢即係兩次。當然咧，佢喺世上佢一路講道啊，都係魔鬼不斷攻擊佢嘅。但係咧，佢喺嗰啲生活上亦都係勝過，就好似其實好似呢個第一次嘅同魔鬼面對面嘅爭戰啊，就係佢喺呢一次嘅爭戰同埋佢一喺世上嘅日子，佢都係勝過魔鬼嘅。咁佢而喺嗰個時候咧，佢就禁食禱告喎，即係耶穌都禁食禱告。同魔鬼去面對，
咁咧，所以耶穌都禁食，我哋更加應該禁食，係咪？耶穌自己禁食，所以我哋個個人都應該禁食嘅。好啦，禁食禱告係有咁強烈嘅神嘅同在，同埋神嘅能力喎。馬太17:19一齊讀啦。門徒暗暗的到耶穌跟前説：我們為什麼不能趕出那鬼呢？有一節，指這裏的鬼，若不禱告禁食，他就不出。即係話咧，有啲鬼咧，嗰啲門徒趕咧趕就趕走咗咯。不過有啲鬼咧要點樣趕啊？要禁食，要禱告喎，先能夠趕得出嚟。即係話咧，禁食禱告嗰時會有更大嘅乜嘢啊？能力啦，更大嘅神嘅同在，神嘅更大嘅同在。然後佢有呢個能力去趕鬼嘅，嗱其實趕鬼咧一方面就係趕鬼嘅人嘅神嘅同在，第二咧就係呢個人願唔願意俾神去掌管。當人喺最終唔願意俾神掌管咧，亦都邪係唔會走，同埋走一路翻轉。咁呢樣嘢就俾大家一個知識，點解呢？因為有啲人咧就諗住，有啲人拜偶像多啊，或者係接觸靈界啦，佢咧可以有邪靈。咁我都真係好多人揾過我，網上都你揾姚師 YouTube， 你會見到有啲我即場影翻嗰個趕邪靈嘅情況，有啲咧係清，有啲係黃。點解咧？有啲人佢唔想係清嘅，有佢樣出現。咁咧有啲係清，有啲係清，有啲係黃嘅。咁咧就即係我趕邪靈好多次，我就發覺咧有啲人咧佢唔肯清理佢裡面嘅罪啊。咁其中一個人咧嗰時咧，我係喺即係我自己喺嗰、那個。那個地區啊，即係嗰陣時，我曾經喺天水圍侍奉嘅，咁我就喺嗰啲教牧同工嘅開會咧，就分享我經歷聖靈啦，同埋咧點樣生命更新啦，為人祈禱有病得醫治，生命更新，同埋咧又有趕邪靈啊，又有病得醫治啊咁樣。咁咧就有一個女傳道咧就同我講，後來同我講，佢話：葉牧師，你可唔可以去我教堂咧，為我一個人咧趕邪靈？咁咧就同埋佢，即係佢個牧師一齊喎。但係佢牧師冇呢個經驗，咁我就去同佢講邪靈。咁咧呢個人嗰種邪靈嘅程度咧係好強烈喎，因為佢有好多樣嘢接觸靈界，拜好多偶像，同埋佢屋企有好多水晶啊。因為水晶你當你期望佢得到能力係可以帶嚟邪靈嘅。咁佢屋企好多啲水晶，有好多偶像。咁我去到咧就同佢清曬，咁咧亦都叫佢悔改認罪啊。咁咪又同佢講邪靈，係有好強烈嘅反應，好好多。不過咧，佢有一樣嘢唔肯做，就佢唔肯饒恕嘅丈夫。咁呢個女傳道知道，佢話俾我聽，佢唔肯饒恕嘅丈夫。咁我就同佢講話：你唔饒恕丈夫，你嘅裏面有罪，有罪嘅時候，魔鬼就掹住呢樣嘢就唔放噶咯。佢就唔走噶咯喎，即係你佢有樣渣男啊嘛。你有罪，因為罪就俾魔鬼留地步，佢就唔走噶咯喎。咁我問佢：你想唔想饒恕你丈夫？佢話唔得。佢幾十年都做到咁，我冇辦法唔嬲佢，我一定要嬲佢。咁咧，咁嘅時候其實自己都受虧損喎，係咪啊？唔饒恕人，天父都唔饒恕喎。咁咧，我其實同佢有祈禱幾次，但因為佢始終唔肯饒恕，佢係好堅持唔肯饒恕。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話好啦好啦，即係咁辛苦我都饒恕啦。但係佢堅持唔肯饒恕，而過咗好多年之後，我見翻呢個太太，佢都係同樣嘅問題。我問翻佢：你肯唔肯饒恕丈夫？佢都係唔肯。其實咧。真係帶嚟佢好多痛苦啊！咁嘅時候咧，嗰啲邪靈就會攪擾。咁真係咧，我哋知道咁嚴重，我哋好唔好俾魔鬼留地步啊？唔好啦！其實唔要算係邊個受苦啊？自己受苦又唔開心啦，又壓住啦，神又唔中意喎。變咗咧，嗱你侍奉啦，有啲人侍奉啦，好似起屋咁啊，係咪？你一路侍奉，一路唔要算人，咁你即係一路起一路沉。你有冇試過起屋咁㗎？起一陣就沉。起下又拆下，起又拆下，咁樣係咪嘥功夫啊？係啊。咁既然我用咗咁多功夫，係咪應該全部都存留係咪最好啊？係。所以咧，如果你想全部存留，就所有罪都放手，得唔得啊？一齊講，所有罪都放手，所有猛狗無道都放手，不饒恕放手，嬲人要放手，裡面冇貪戀，冇有情慾放手，跟曬耶穌。生命俾曬耶穌，耶穌就全部祝福曬，咁咧就真係咧又健康又開心又快樂，又神又喜悅，係咪更加好啊？你睇我真係樣樣都掂喎，係咪咁開心，樣樣都咁好，樣樣都咁好，身體健康，眼又好，又去到邊度又幫到人，哇！我真係神啊，俾我長啲命。嗱，我唔係怕死，一啲都唔怕死喎。如果耶穌話今日接我，我都話
我歡喜耶穌接我，我好喜歡耶穌接我。不過哇，耶穌啊，神你給我這麼多教導，我好想傳多啲俾多啲人啊！我已經65歲半，如果你係70歲退休，好多人70歲退休咯。我話唔制啊，唔制啊，70歲退休太短啦。80歲得唔得咧？80歲得14年半啫喎，真係都係太短啦。90歲咧，嗱我知道我到一個年齡，我唔能夠再去外國噶，即係去到外國嗰啲生活係困難的。我未必去咯，不過我都可以喺香港事務部，可以寫同埋上網。而家上網真係好好噶，即係上網 YouTube 啦，發現咧 Facebook 亦都係好勁噶。咁我啱啱有人話俾我聽，你可以直播喺 Facebook 直播，大家都可以喎。你想學咧可以教佢點樣直播。咁咧直播有咩好處呢？真係有啲人咧就好得閒喎，喺屋企又去睇喎。有直播咧，你啲朋友會揾你。我今朝直播有人話俾我聽，已經好多人睇咗，即係原來咧就可以廣播我哋所有嘅嘢。你唱下歌跳下舞又得嘅喎，你唔使要講，即係講好多嘢，唔使講咩大篇道理㗎。唱下歌咁啊，啊耶穌真係好啦，感謝耶穌，我一齊依靠耶穌越嚟越開心。你又分享啦，啊以前我瞓唔到，而家瞓得好啦。啊以前有咩煩惱，我而家又輕鬆曬啦。咁有啲人啊，我都想學你咁樣樣喎，佢就會揾你，你就可以幫佢。咁你咧就唔係淨係幫眼前啲人，仲可以幫周圍嘅人。我發過嗰啲影片啊，喺 YouTube 有啲擺好耐，係有成10000次有人睇嘅。其實我啲所有影片夾埋咧，有成差唔多100000次有人睇。而Facebook 嗰啲點樣咧？有啲影片咧幾百次嘅，成1000次都有嘅，即係好多人喺網上睇嘅。咁咧睇個內容，咁我希望大家咧知道哇！有神強力的同在，我們祝福更多人。而怎樣有神強力的同在？當然有很多方面，處理罪，放下煩惱，多親近神，其中一件事就是禁食禱告，是有幫助的。那你就看你的身體，其實你都可以禁食，就是吃菜啊，吃些少生果啊，喝湯啊，都可以的。生果不同，就是甜的，最好就是菜和湯，這樣呢就你咧就會即係能夠嗰個影響你嘅身體嘅程度少啲，但係你嘅力量依然減少嘅。咁但係呢個一定有心理準備，即係你一定要心理準備，覺得有啲遠嘅就唔好覺得咁大件事。咁你可以都真係頂唔順，你咪擺定啲食物喺度咯，頂唔順就食翻咯，係咪？好啦，第三更加專心親近同埋侍奉神啊！阿蘭有個。一個寡婦在聖殿裏面很長的時間，路加福音2:37一齊讀下。現在已經84歲，並不離開聖殿禁食祈求，晝夜侍奉神。他在做什麼？晝夜侍奉神。那他做什麼呢？禁食祈求，就是他在禁食禱告。那麼神喜不喜悅他？神喜悅他，因為他就是來歡迎耶穌的，是不是？阿拿就是來歡迎耶穌的其中一個神一使用的人，就是一個這個婦人。你估他的知識是不是一定很高呢？未必的，他可能是一個很單純的女人。他就是他丈夫死了，那他在聖殿就是在那裡祈禱又禁食。當然他不能夠天天禁食，即係總要食嘢㗎，人總要食嘢。但係佢好多禁食，神咧就祝福佢，將耶穌要嚟話俾佢聽，佢就去歡迎瑪利亞、約瑟同埋耶穌。好啦，跟住咧就係第四點啦，更加容易領受神嘅帶領。使徒行傳13:2一齊讀下。他們侍奉主禁食的時候，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照他們所做的工。我想問大家，他們是何時領受到聖靈的聲音？禁食的時候，因為禁食的時候我們放下我們的裡面的吵吵的聲音。昨天有人問我，他說我現在這陣子又睡覺有些問題，之前一陣子祈禱好了又很多了，跟同神很多。那我問他有什麼發生，他說這陣子我有很多事情想，其實很多事情想睡覺就會影響。那我就鼓勵他多一點放鬆的人，其實你又想完想了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用不用想幾十次啊？不用了，譬如你想定，譬如你跟家人相處了，我已經想定怎樣相處了，那你想完呢，你就可以不用再想了。當然如果有新的事可以再想，但是你不用整天想，
嘛，係咪啊？譬如啊，啊個仔又唔聽話啊，咁你日諗都冇乜用噶。咁你諗完，咁你就放手啦。咁你就多啲諗耶穌。咁你祈禱咧，想瞓覺瞓得好咧，你就放鬆佢，唔好諗咁多啦，淨係諗住耶穌。當你淨係諗耶穌啦，你其他意念就可以離開。一諗其他，即刻諗翻耶穌，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成日進入呢個狀況，成日行路都係。耶穌真好啊！你的思想就會很單純，神就容易跟你講嘢啦。即係你未瞓覺之前，最好咧祈禱，起碼20分鐘或者30分鐘祈禱，放鬆，放鬆佢，你要感受到平安、輕鬆、舒服。多謝耶穌，感謝你。你一路愛慕耶穌，你神就同在你身上。然後你上床點咧？有咁鬆得咁鬆嗱，大家試下放鬆曬個腿部。放鬆曬個肚，放鬆曬個心口，成個人鬆曬，放鬆曬條頸。嗱，放鬆呢個程度喎，普通你都冇乜，即係你而家都唔有咩硬巴巴用力啦。但係你放鬆咧，再鬆啲，再鬆，要發覺一種好舒服嘅一種舒服感覺經過你嘅身體喎。譬如你行路，我唔知你試過行遠路，行得好攰，一坐低只腳喳喳聲。好像有些東西走的，是不是？即是那些血可以通回。你現在坐在這裡你放鬆，你會發覺有些舒服的感覺在身體上。尤其你可以一直想著耶穌，因為想著耶穌，神的靈都會流過在你身上。多謝耶穌，多謝天父。你上一床都是這樣，放鬆神。一想，什麼？即是想到耶穌成了。耶穌，不用說的。主耶穌，多謝你。天父，多謝你，感謝讚美，一路咁樣，你個人就容易瞓著，即係個思想盡量單純啊。而禁食嗰個亦都會幫我哋嘅思想單純，就冇咁多啲雜念啦。個人都會好啲嘅喎，即係話咧，思想得多咧，其實個人咧身體會有唔好嘅現象，因為點解咧？思想係會用我哋嘅身體嘅力量，同埋用呢個心靈嘅力量嘅。想得嘢多嘅人咧，會覺得虛浮嘅，有呢種感覺，一種虛嘅感覺嘅。但你越平安，即係我哋要諗嘢，你唔好唔諗嘢。我要諗嘢，但係諗完就放手，唔好成日嗱諗嘢都有好多種嘅。譬如我諗講到，我就諗講到，我唔會反覆諗嗰啲煩惱啊。即係個重點就係唔好反覆諗嗰啲煩惱。嗰樣嘢已經諗通就算啦，就放手啦。咁嘅時候咧，就更加容易領受神嘅帶領。我想問下大家。神的帶領重不重要啊？重要喎！你可以領受神的信息，就係話你點樣可以侍奉神，點樣更加進入神高層次的侍奉，有策略性的侍奉。嗱，我想問下大家，打仗的時候，一個步兵同一個飛機師有冇分別啊？冇。一個飛機師的果效同埋一個步兵的嗰、那個啊呢、這個。空軍嘅飛機師嘅嗰個果效同埋一個步兵嘅果效有冇分別啊？冇啊！一個步兵最多打咪打，如果佢犀利嘅咪打幾十個、打幾百個，啊打最多幾千個。但係飛機師可以點啊？哇！佢一炸佢個炸彈抌落嚟好緊要喎，係咪啊？係咪飛機師個更加緊要啊？係啊！咁我想問你，一個普通步兵同埋個將軍有冇分別啊？有啊！好大分別啊！唔係將軍係咪好緊要？因為佢帶領成所有嘅士兵點樣打仗係咪？啊，同樣我哋基督徒侍奉都係一樣嘅，係咪有啲基督徒嘅侍奉嘅影響力唔係好大啊？雖然神都歡喜我，但喺天國嚟講咧，係唔係好大嘅影響力？其實我哋侍奉都要分等級嘅。嗱，譬如我哋搬凳搬台呢啲係應該嘅，係好嘅，神都喜悅嘅，神都想賜嘅喎。不過如果個個侍奉都係淨係搬台搬凳咁樣，天國會唔會好大擴展啊？唔會喎，我哋最緊要侍奉係咩咧？同大使命有關。大使命係乜嘢？使萬民做我門徒，仲係點樣添啊？仲有咧就凡耶穌所吩咐都教訓佢哋遵守喎，就係話咧建立人嘅生命。當我哋做呢啲能夠影響人生命，呢、這個係先係最重要嘅事務，即係傳福音同埋建立人嘅生命。即係話嗱，譬如好簡單，唱詩歌重唔重要咧？重要。但有啲人就咁唱嘅啫喎，得個唱喎。但有啲人咧唱嘅時候幫到人親近神喎。嗱，所以敬拜係唔同嘅，即係譬如點啊？我哋一齊嗱，試下黑埋眼，專心諗住耶穌，
耶穌好想祝福我哋喎，多謝耶穌啊，歡迎你，主啊，我哋歡迎你，求你臨在我身上，感動我哋嘅心，攞走我哋嘅重擔。主耶穌，愛我。主耶穌，愛我。耶穌，你愛緊我哋啊！主耶穌，愛我。有聖靈保守我。主啊，幫助我哋一陣放低曬啲煩。就挨住耶穌，靠住耶穌，冇煩惱，冇重擔，冇激氣勞躁，喺你裏面平穩安靜。多謝天父，讚美天父，感謝天父。我哋敬拜禱告，奉主耶穌聖名，阿門。有冇覺得輕鬆啲啊？有喎。嗱，我正先做咧，我唔係淨唱歌喎，係咪啊？我是帶你們進入神的同在，帶你更加信靠神，更加忠義神，和神相交，是不是會幫助你的靈命？這樣就是建立靈命，都是大使命的一部分，所以你敬拜讚美和你上司歌都可以帶領人的。這個是需要智慧和神帶領你怎樣做，怎樣做法更加有效，因為一樣可以做，但你可以做來做去都是差不多，但你可以進入更強的。咁所以你見到啊，我點樣帶領咧？啊，有幫助你咪試下咁嘅方法咯。嗱，其實我嘅領敬拜方法同好多人有咩唔同咧？我嘅説話你聽到啦，感覺好似同神好似朋友咁嘅關係㗎，係咪？耶穌啊，你喺度，我哋好歡喜啊，感謝你啊，多謝你，哈利路亞！神係咪咁樣樣㗎？神係的而且確同我哋好接近，我哋可唔可以同佢真係哇？真係神啊！我同你咧真係心連心啊，好接近得唔得？係應該係咁樣噶。聖經都係話係話係咁樣樣喎，即係我哋同神咧係可以有呢種密切嘅關係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帶領人敬拜唔係淨係就咁唱歌喎，而係點樣用我哋嘅言語帶領啲人更加睇到神嘅美善啊，睇到神嘅恩典，睇到神點樣祝福我哋，神點樣嚟到我哋身上。而帶領啲人渴慕神，我哋你敬拜都可以咁講啊，係有啲係講到神嘅恩典，而有啲係我哋一齊回應過，會帶大家，我哋一齊全心放低啲煩惱啦，一陣放低啲煩惱，諗住耶穌去歡喜佢，感謝佢，主耶穌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我哋歡喜你，我哋歡迎你，我哋需要你啦，幾樣嘢喎，係嘛？神嘅恩典同埋佢有啲説話係指示性，然後我哋一齊去出。親近神，又可以宣告，當我哋咁親近神，係好歡喜嘅。嗱，咁樣嘅時候咧，神就更大使用我哋，係咪？如果我哋敬拜、我哋禱告、我哋傳福音、我哋關心人、為人禱告、我哋做咩嘢都能夠咁影響人啊！譬如你做招待啊，招待都好多種嘅，歡迎你，歡迎你，咁就得嘅咯喎。有啲係嘛，但係有啲唔係喎。歡迎你，好開心見到你翻嚟。耶穌今日要大大祝福你，我哋今日大大領受神嘅恩典。啊，佢聽完都心都軟咗好多啊，係咪？咁你見到個人唔開心，你話啊，今日你點啊？啊，我哋啊，不如揾個弟兄姊妹為你祈禱好唔好啊？啊，咁啊，呢個關心嘅尖度係咪好唔同啊？譬如你話我整嘢食嘅，整嘢食同好似同大使命冇關係喎。但你整完一路。譬如你帶啲食攞啲食物出嚟，你話啊，我哋一齊享受神所創造嘅萬物，我哋一齊享受，我哋一齊食嘢真開心啊！咁嘅時候咧，都係建立到人嘅生命喎，係咪？係咪每一樣嘅事物都可以將人嘅生命提升？唔好淨係做嘢，係咪啊？好緊要。而你想人生命提升，首先我哋同神關係好，就禁食嚟講係好大幫助。咁咧，我哋禁食禱告就更加有神嘅同在啦。好啦，亦都領受神嘅方向話點樣侍奉？你想提升啊？你幫一個人就可以幫兩三個，你幫到兩三個，你可以幫到五六七個，又可以幫到十個，你可以越幫越多，係咪更加好啊？嗱，有啲人咧越幫越忙喎，嗰啲咧就好似令到即係教會仲多問題嘅，又競爭，哎呀佢啊，啊佢做得唔好啊，哎呀，我做先得㗎，咁啊即係呢啲。又是不好的，但是你越領受神的信息，你的心就越和謙卑了。
好啦，第五啦，歸向神，向神降服，求神祝福我。約珥書二章十二節，耶和華說：雖然如此，你們應當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歸向我。你們要撕裂心腸，不撕裂衣服，歸向耶和華你們的神，因為他有恩典，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的慈愛，並且後悔不過所說的災。在第二第嗰度，佢話：你們應當禁食、哭泣、悲哀，一心歸向我。如果講到哭泣悲哀，講到嗰啲人唔知罪嗰啲啊，如果知罪咧，你唔使祈禱一定哭泣嘅，你可以感恩，可以喜樂嘅。不過當一個人未知罪，佢係需要哭泣，為到自己嘅罪。神啊，我咁多軟弱，我又冇體統你，我又疏遠你，我真係要悔改，我真係要真心嘅悔改。咁呢度講到咧，就係話我哋嚟到神面前咧，向神降服咧，求神祝福咧，就係禁食係更有幫助，更加叫我哋知罪，喺神面前哭泣，為我哋嘅罪哭泣，一心歸向佢，撕裂心腸，唔係撕裂衣服啦。意思咧，因為佢有啲就係外面撕裂件衫啊。以色列人他們悔改有時候會撕裂衫，但是呢神說你撕裂你的心腸，即是說神啊，我真的得罪你，我做得不好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知罪了，是不是？那的時候一心歸向神呢，神呢有恩典，即是撕裂心腸，就是說好像呢，即是我心真的呢要在神面前呢要痛悔了，真的要破碎了，我真的知道我不行了，這樣的意思。因為神有恩典有憐憫，不輕易發怒，有豐盛的慈愛，並且後悔不覺所說的災。他說了降的災，就是當人悔改的時候，神可以不降，就是當我們悔改禁食禱告的時候，神的祝福會極大臨在你身上。我們有沒有罪需要認的？有沒有罪需要離開？有的。那你可以禁食禱告，求神赦免我們，叫我們回到到神那裡。感謝主啊，耶穌是很容易親近的，只要你真心親近佢，你就越嚟越進入神嘅同在。咁我鼓勵大家呢個禮拜嗱，我應該會繼續講嘅，試一試禁食禱告。你嗱當然你如果嗰兩三日係好繁忙嘅，咁你就唔好禁食禱告住啦。等啲日子比較清閒啲嘅、安靜啲嘅，你屋企禁食禱告，咁你就試下做下咧。咁咧你第一次你唔好做兩三日啊，做一餐先，一餐得兩餐，又三餐，咁咧試下。咁咧慢慢咧，你就可以啊，即係有更長。你唔使一定好長嘅，即係一兩日都好好嘅。咁你一兩日禁食禱告都會幫助你同神嘅關係。繼續咧喺第二頁第六嗰度啊，一齊讀啊，為教會、家庭、國家、民族復興嚟到禁食禱告啊！即係禁食禱告都係，如果你想為到國家、家庭，或者係教會咧，禱告可以用呢個方法。以斯帖記四章十六節，一齊讀下。你當去招聚書山城所有的猶太人，為我禁食三日三夜，不吃不喝。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，然後我為你進去滅亡，我若死就死吧。喺呢度咧講到以斯帖記咧，就係有人想陷害猶太人，將佢全部殺死曬。咁咧以斯帖咧最後就話啦，佢話咧就請嗰啲所有猶太人咧都為佢禁食禱告，但係呢個禁食禱告就唔同我哋普通禁食禱告，係三日三夜唔食唔飲。呢種禁食禱告咧就連長者咧就未必適合，一唔飲啊就，但有呢種禁食嘅，就連水都唔飲嘅。咁呢種情況咧就你衡量啦嚇，即係我就覺得就你哋年紀咧就唔適合去試嘅。咁而以斯帖自己都係咁樣樣，咁咧然後佢為你見王，就係話咧。他求他的神去祝福他的國家，祝福他們不被滅絕，是一個真的很大的就是一個爭戰，怎樣能夠得回神的祝福。那他們就在行節的禁食禱告，但真正祝福的是誰？我們禱告的目標都是對著神的，因為神才能祝福到，神又可以改變那個王，神可以做事，所以我們禁食禱告都是親近神，讓神去改變我哋。嗱，我有時咧，我知道有啲人咧，佢祈禱好多係對抗邪靈啊，可以嘅。不過咧，我就覺得祈禱最主要向神，即係譬如有啲人趕逐咩邪靈咩邪靈咁。如果人有邪靈係可以趕嘅，不過我哋嘅禱告唔使好多係對抗邪靈，即係我哋覺得因為有神嘅同在，自然邪靈就走㗎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哋係多啲就係親近神，
让神去神去争战，我哋唔系，我哋咧系同耶稣一齐。咁咧，你发觉以弗所书六章嗰度属灵嘅争战嘅点讲咧，就有真理啦、公义啦、信德啦、救恩嘅头盔啦、福音嘅鞋啦、圣灵嘅宝剑啦，同埋咧靠住圣灵多方同工，全部都系同神嘅关系。嗰度冇讲到一句你去赶邪嗱，地人嘅邪我哋可以赶，但系咧。呢、这個地區性嘅邪靈係神去爭戰，係神同佢爭戰。當我哋親近神嘅時候咧，地區性嘅邪靈就會減弱嘅。即係呢度聖經就冇呢個例子啊，聖經冇呢個例子。不過有人做咧，我又覺得唔緊要嘅。不過即係時間嘅問題，即係用時間問題。因為多親近神，神就祝福。譬如但以理書咧，又講到波斯嘅魔君同埋希臘嘅魔君，講到邪靈嘅了解，但係你冇一句係趕逐呢個波斯嘅魔君啊，希臘嘅魔君冇嘅，佢全部嘅禱告都係向神嘅，咁所以即係係冇聖經嘅支持咧，人祈禱好多咧，即係有啲人以為我咁情禱告，我就唔敢咁啊，奉耶穌基督嗰啲邪靈啊，邊個地區嘅邪靈啊，全部走曬。其實你親近神啲邪靈都自動會走曬，即多啲就係去親近神。好啦，跟住咧，咁我自己成日同人講邪靈喎，即係咁我啊。即係我會話有時有啲聚會啊，奉耶穌名啲邪靈離開，我都會咁做，不過我會用好多時間去做，因為我哋親近神咧，邪靈自然會走嘅，咁我哋就唔使驚邪靈嘅，因為我哋祈禱嘅對象係神啦。但以書九章二節一齊讀啊，但就是他在位第一年，我但以你從書上得知耶和華的話，臨到先知耶利米，論到耶路撒冷荒涼的年數七十年為滿。我便禁食披麻蒙灰，定意向主神祈禱懇求。我向耶和華我的神祈禱認罪，說：主啊，大而可畏的神，向愛主守主戒命的人，守約施慈愛。十八節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側耳而聽，睜眼而看，眷顧我們荒涼之地和稱為你名下的城。第一節，我正禱告的時候，先前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飛來，約在獻晚祭的時候按手在我身上。第三節，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，我來告訴你，因你大蒙眷愛，所以你要思想明白以下的事和異象。嗱，呢講到咧就係但以理咧就睇耶利米書咧就知道。耶路撒冷荒涼嘅日子係七十年，咁佢咧就好想，即係神所應許嘅成就。神所應許嘅成就咧，嗱，譬如咁啊，想祝福呢個地，喺歷代志下七章十四節講乜嘢？佢如果稱為我名下嘅子民，若喺神面前咧自卑、祈禱、尋求我嘅面，離開你嘅惡行。我就必從天上垂聽，赦你嘅罪，並且醫治你哋嘅地。即係咧，就係講到咧，當神嘅子民去自卑，即係謙卑啦，祈禱咧，尋求神嘅面咧，離開我哋惡行，咁樣咧，神就祝福。所以咧，我哋想祝福咧，就係要親近神。親近神嘅時候，神就祝福啦。咁佢咧就知道神應承咗七十年之後，神要做呢樣嘢。但呢樣嘢咧係要。基督徒神的子民啊，當時唔係基督徒啦，神的子民一齊配合。咁點配合呢？就係悔改認罪禱告，佢亦都係禁食禱告嘅，讓神嘅計劃成就。嗱，譬如咁啊，如果啲基督徒個個都唔祈禱，個個都懶懶散散嘅，神嘅計劃會唔會成就啊？唔會嘅喎。嗱，譬如香港嘅基督徒就話：啊，神要復興香港，不過個個懶嘅，個個都唔去。祈禱嘅歌淨係關注食啊、或飲啊、去玩啊、去睇電視啊，成日都係咁樣嘅時候，神嘅復興會唔會嚟到香港啊？唔會喎。所以我哋想神嘅復興，我哋一定係將整個生命俾耶穌，去親近主、禁食禱告、尋求神嘅面，神咧就會臨在我身上啦。嗱，禁食禱告唔係聖經話你唔禁食就係犯罪，聖經冇咁講嘅。不過禁食禱告係一種嘅禱告，幫助我哋更加專心。放低自我，更加容易經歷聖靈充滿，更加有能夠有神嘅強力嘅同在，更加放低啲嘢，所以能夠聆聽神嘅聲音，係一種啊，即係對我哋嘅幫助。所以就唔係好似你一定要，而係你話我願意行神嘅路，我願意去做，
咁而耶穌講到禁食禱告，你就唔好咧，就好似扮曬嘢啦。哎呀，我而家禁食到軟曬啦，咁啊，耶穌又唔好咁。你禁食禱告咧，你要咧梳頭、洗面，好開心咁嘅樣。禁食禱告又唔使話俾人聽，我而家禁食緊，唔使講俾人聽嘅，你自己做得噶啦。自己就要親近神，唔使要人哋知道嘅。當你知嘅人哋知嘅時候咧，你就得了人嘅賞賜啊，係咪啊？我哋就執唔到天上嘅賞賜，奉獻都係嘅，唔使話俾人聽啦。嚟，我將文紙啊擺落，想話俾人聽。你咁嘅時候咧，你百奉獻啊！你奉獻咗係歸於零，想唔歸於零啊？唔想咧，存咗感恩嘅心，多謝天父奉你所俾我嘅，我感謝神，我甘心落嚟奉獻。好啦，當我哋睇得到咧，就佢喺神面前咁樣禱告嘅時候咧，有咩發生咧？第廿一節，正禱告嘅時候，先喺異象中所見嘅加百列喎，加百列後來向邊個顯現㗎？向瑪利亞，呢個向但以利，後來向瑪利亞顯現喎，迅速飛落，然後咧天使都按手啊！呢度我哋睇到一樣嘢喎，原來聖經裏面咧唔單止係人按手，天使都會按手嘅，即係神嘅祝福都可以透過按手傳遞嘅。其實全本聖經你睇到好多地方講到按手嘅，由廿三節啦，講到佢祈禱嘅時候咩發生啊？你初懇求的時候。就發出命令喎，咁我就話俾你聽，大蒙你係大蒙眷愛嘅，哇！但係你係大蒙眷愛喎，我哋可唔可以大蒙眷愛啊？可以，可以啊！只要你信靠、親近、遵從神，成日睇到神，你就大蒙眷愛。但係你對於神好似蒙查查冇乜心嘅，哎呀，係咁意啦，人翻我翻啦咁樣，咁咧你就唔會得到神好大嘅眷愛。我哋要知一樣嘢，神愛世人。但係講到呢種眷愛同埋喜悅咧係唔同嘅。譬如摩西祈禱嗰時，神點講咧？佢話：我按你個名字認識你啊！即係神認識某啲人，佢真係愛神、睇重神咧，神係特別喜悅嘅。所以你想做咁嘅人啊？想做咁嘅人啊？係神特別認識你、特別喜悅你嘅，因為咁嘅人一定蒙福嘅，你成個生命咧係自然好多福氣嘅。我真係好多福氣，乜嘢福氣都有，真係咧感謝耶穌，乜嘢都有嘅，包括一個非常好嘅太太，哈利路亞，祝福人嘅能力，感謝神。好啦，原來我哋咁樣祈禱咧，發出命令嘅喎，跟住咧呢、这個利百加咧就即刻噉噉聲就走嚟咯喎，然後咧就將神俾佢嘅異象就顯現。但以書是舊約很重要的一段，講到關於耶穌來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回來的一些預言，是就是神賜給他的，就是因為他有這個親近神的心。你想想都是跟神有這種親近關係，你就在神面前禁食禱告，就在心裡面放下一些煩惱。如果有些人呢祈禱覺得有些谷住，或者才有一個跟我說他心有些頂住，那你留下我們祈禱，其實頂住就是有些不開心，有啲煩惱啊，有啲壓力啊，或者有啲罪啊，咁咧唔緊要嘅，釋放到嘅，你只要放低啲煩惱。如果你有呢個情況咧，你就話俾我聽。咁咧，你喺神面前，神啊，我就係親近你，我中意你，嗱，我收情啦。你今日講神啊，有表情喎，神，我真係好中意你噶，你真係好好啊，我要全心跟曬你啊，我將我心靈都俾埋你啊，我聽曬你話，我跟曬你，我遵從你，我榮耀你。我做你喜悅的事，咁樣咧，當你一祈禱咧，神咧就即刻聽你嘅祈禱，神即刻嚟做工。誒，正先我哋祈禱時，我都示範，因為有一個其中一個人話：我都冇乜經歷聖靈喎。咁我一專心一祈禱咧，會即刻感受到聖靈，即係可以即時嘅。我哋同神關係可以好快、好即時嘅。好啦，今次禱告目的係乜嘢啊？目的。謙卑自己，一齊讀啊！謙卑自己，放下自己，深知自己需要神，歸向神。嗱，即係真係謙卑。其實人係咪好叻啊？人係好叻，係嘅。人算什麼咧？因為一冇咗我哋嘅啖氣就冇噶啦。稍微熱啲，如果我哋體温高多幾度咧，就可以即刻咧個人唔得噶。凍多幾度咧又唔得噶啦。啲水缺咗水又唔得噶，缺氧又唔得噶，缺乜嘢鈣啊、鐵啊，乜嘢都唔得噶，乜嘢都要有足夠先得噶。真係我哋人算乜嘢咧？
真係冇乜怕疑，就要放低自己啦，同埋深知自己需要神啊。其實我哋就算今日行得企得，都係神維持我哋生命喎。係神俾我哋生命，我哋就我哋需要神噶，同埋所有祝福嚟自神噶，我哋要歸向佢啦。好啦，個結果係乜嘢？一齊讀啊！明白主的心，得著神強烈同在，得著屬靈能力，同時身體可攜。嗱，即係話咧，我哋更加明白神嘅心啦，領受到神嘅心啦，會感受神嘅心啦，同埋咧有神強烈嘅同在，又有屬靈嘅能力喎。屬靈嘅能力係比肉體嘅能力更強嘅，更重要啊！有屬靈能力個人咧點樣啊？成日都有力㗎，永不疲倦㗎。永遠都唔會話灰心，永遠都唔會話低沉噶，永遠都唔會屬靈低潮噶。你有冇試過有時屬靈低潮啊？哎呀死啦！哎呀唔靈啦！哎呀冇曬力啦！會唔會咁樣啦？你多信靠神，神一定幫我親近神，你就一定有力嘅。係啦，始終有啲程度上啱，有個姊妹講嗱，我想講上落唔緊要，一落嗰時咧即刻話神幫緊我即。最緊要就係我知覺我自己有唔開心，即刻親近神，即刻處理，係啦，依靠同埋要處理嘅。點樣處理呢？因為有啲人就講啊，啱啱俾人激完咁啊，祈禱啦，祈禱啦，鬆啲啊，鬆啲，祈禱啊，哎呀，耶穌幫我啦，咁行啊，又行啦，行又諗翻佢啦，所以要處理。點樣處理呢？要將佢嘅説話關咗掣。係咩叫關咗掣呢？熄燈，即係點樣咧？一個人講不好的嘢，我使唔使放在心上啊？唔需要，唔使，使唔需要繼續諗啊？但係我好易諗過，尤其太太、丈夫講嗰啲説話咧，仔女講啲説話咧，哇上曬心嘅，上曬心咧就受傷害。其實嗰啲人講負面説話，通常佢講過係一次啊，已經好多次㗎啦，好多次㗎啦。咁你使唔使次次都要中箭啊？佢講一次就中一次，使唔使啊？唔使，唔使啊！你個心就話。要啦，即係放手，而用翻神嘅説話取代。譬如佢話：啊，你都咁大年紀啦，冇乜用噶啦，你咁你就話唔係。神咧揀選嗰啲愚拙嘅，神揀選嗰啲軟弱嘅，叫嗰啲智慧嘅、剛強嘅收米。雖然我年紀大唔緊要，我唔使，我唔係低個人嘅，我有神嘅能力嘅。咁你嘅心願啊，我係神歡喜嘅。而家神好開心啊，見到我就笑到見牙唔見眼嘅咁啊。即係咁樣咧，安慰翻你自己，即係話凡係垃圾入咗嚟，就要清理，揾翻啲正面嘅嘢取代，神嘅嘢取代。咁樣咧就係處理方法，同埋最好咧就係唔好俾佢打低先，又先上翻。如果每次有人鬧你嘅，哎呀死啦地啦，哎呀佢又鬧，咁你就好慘。佢一鬧你，一分辨到佢鬧，根本咧佢啲家常便飯㗎啦，佢鬧慣㗎啦，都唔緊要㗎啦。即係冇乜嘢㗎，即係好似分辨咧，就好似黐線佬鬧你，你冇介意啊？黐線佬鬧，唔係因為你知道佢黐線，但係普通人唔係黐線喎，佢好正常喎，好似好正常，但係因為佢有罪啊，罪人會唔會傷害人啊？會啊！我哋需要介意啊，唔需要介意。咁你就話，雖然佢好正常，佢又賺到錢，不過佢嘅口因為佢心惡人從佢心裏所傳嘅惡就發出惡。佢裏面好多唔好嘢，所以咧我唔使俾佢打低，而係咧我咧佢一打咧我就點樣咧就係、是、四兩四千斤，佢一鬧緊要嘅，譬如佢鬧你冇用，緊要神啊我有用，佢話你老啦唔緊要，我將來啲路越嚟越輕鬆，越嚟越年輕，不過我而家咧都係一樣有力嘅，唔緊要，我唔使介意嘅。總之佢講出咩負面説話，人講負面説話，全部放手。不過呢個係需要時間學嘅，需要時間學。咁你試下今日去試下，一有一講負面説話，即係唔俾你講。但係咧，你又唔好窒佢喎，唔係唔好窒佢，即係唔好話你講啲嘢垃圾嚟㗎，我唔會聽㗎。咁你又窒佢，咁佢又同你再鬧多啲咯，唔使出聲㗎，即係唔使同佢鬥過。好啦。好啦，咁啊禁食同時都會身體排毒啊，咁其實所以都係對身體好嘅，因為人嘅腸啊積聚咗好多嘢，清理一下咧，食多啲菜啊，飲多啲湯啊，去清嗰啲腸胃嗰啲嘢，咁樣咧我哋嘅腸胃更加健康。同埋咧呢、這個我聽有人咁講過嚇，大家聽一聽下，即係有人咁講過，就係、是、腸胃裡面好多嘅問題啊，
其實咧，當你如果你食得菜多、飲水多咧，嗰啲腸因為佢係會嗰啲皮嗰啲皮咧係會一路脱落，俾新嘅取代。所以如果你食得嗰啲食嗰啲纖維啊、啲菜啊、啲水啊飲得多啦，啲湯飲得多咧，佢就會將任何嘅生嘅嘢咧都會沖走嘅，即係腸胃嘅嘢咧。當你喺早期嘅時候，即刻咧成日，即係你成日都係個腸胃咧都係保持健康嘅。你食即係成日食菜啊，食呢啲纖維咧，佢就稍微有腸胃問題，佢就會嗰啲細胞會甩咗，甩咗就會冇問題。咁嘅時候咧，所以其實禁食都係對我哋腸胃減少腸胃嘅炎啦，腸胃炎同埋腸胃癌啊，係會減少嘅。呢個係有人話俾我聽，咁我覺得都係好有道理嘅。好啦。不同禁食的方式，另一種就是只禁肉，另一種就禁肉和禁麵飯和麵包，即是碳水化合物。有些就只吃菜，或者只喝湯，就有些就只禁所有食物，只喝水。那些湯請問是什麼湯？其實由你而已，由你你自己認為，其實你湯你可以菜湯，你可以加少肉落去，即係普通嗰啲湯咧，因為主要咧係咁。OK， 大家安靜嚇。第一種嘅禁食冇肉啦，同埋或者後來冇飯冇麵包，因為嗰啲係有能量啊，即係你減少能量，等你個人身體弱啲，變咗你唔靠自己靠神，即係咁解。你個能量低啲啊，即係禁食嘅目的之一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是即是最強烈的果效就是只是喝水，但如果你身體頂不順就喝些湯咯，可以的，吃些菜也可以的。還有這裡最後要講禁食和禁水這種呢並不能夠長時間，還有都有危險性的，這個要小心的。好了，跟著第三頁了，怎樣開始禁食禱告呢？第一，一起讀，有渴慕和親近主的心然後開始禁食。第二，認識自己的身體狀況是否適合禁食禱告，你看看身體狀況是否適合。第三，定下目標為什麼要禁食，譬如我為到教會，我為到我自己更加經歷聖靈，我為到能夠帶領我家人信主，那你有個目標了，又定下時間了，你由一日或者七日、十四日、廿一日、四十日，定下形式了，有時一日禁一餐都有，其他兩餐就吃飯，即是呢一日禁一餐禁兩餐咁三餐都可以嘅，然後咧禁自己喜愛食物，有啲咧淨係話我最中意食朱古力，我唔食；我最中意食雪糕，我唔食咁樣，譬如咁樣，或者係食素，或者咧係唔食固體嘅食物。咁有啲咧就係飲果汁、飲水。另外一種咧就係禁曬水啦，不過呢種係可以有危險性嘅，大家小心啊。咁咧同埋就要祈禱求神俾力量啦，喺禁食嘅時候就。每一次禁食之前都求神俾我力量。好啦，禁食嘅時候做乜咧？睇電視係咪咧？我哋咧就係親近神，等候神，安靜。等候神咧，我想講但俾大家聽，唔係淨係靜曬嗰種嘅，靜曬嗰種咧唔係好難做到嘅，因為靜曬咧會諗諗叉燒飯啊，諗下聽日好多嘢噶。咁你咧？靜曬咧係難啲嘅，你可以點咧？播啲詩歌啦，自己哼啲詩歌啦，但係個心咧就安靜。咁咧同埋你唔好諗住好似有把聲會彈出嚟，神嘅聲音彈出嚟，你唔一定諗嘅，有時就係一個意念彈出嚟嘅。咁而個意念咧係你冇諗開嘅，譬如你話你明明咧，譬如有個人佢明明咧好中意有個異性嘅，喺度成日掛住嗰人嘅，佢喺度祈禱，忽然間個意念話你唔好再諗佢啦。要放手啦，咁呢個一定唔係佢嘅，因為佢本身梗係好想得到個人啊嘛，咁啊意念同佢本來係相反嘅。如果一樣嘢係好嘅，係合乎聖經嘅，咁咧就係神同佢講嘢啦。即係譬如呢個人明明咧就係好中意呢個人嘅，但係忽然間意念呢個人可能呃你嘅，呢個人係唔好噶，唔愛主噶，咁嘅時候咧呢個就係神去提醒佢啦。咁我哋留意，即係其實等候神唔一定話好似等佢哋噔一聲有啲聲音出嚟，有時未必收到呢啲嘅，有啲人會收到。好啦，可以詩歌啦，可以思想神嘅話語，可以咁喎，可以就咁愛慕神嘅多謝耶穌，但係個心又諗住神有咩同我講，你同我講啦，有咩感動俾我啦，可以咁樣感受啊，咁樣啊
反靠神嘅。但如果你去嗰個專注，你能夠專注一段長嘅時間，你可以乜嘢都唔諗，就諗住我喺對住神，我而家對住神。神啊，你咩同我講？你可以咁樣嘅，即係諗住中意神，個心就中意神，好中意神喺裏面啦，好直嘅。但係呢種祈禱你好容易會走歪，咁所以你分辨嚇，即係喺禁食嘅時候都可以啦，親近神啦，去等候神啦。咁咧，第一我一齊講啊。禱告愛慕神，相信神必愛和安靜有聖靈帶領，即係喺禱告嘅時候咧，可以一路愛慕神啦，相信神愛一路。嗱呢個恩典嘅祈禱記唔記得啊？相信神愛，神愛緊我嘅，神祝福我嘅，神祝福我嘅，神憐憫我嘅，或者安靜有聖靈帶領。點樣叫有聖靈帶領咧？嗱你一路咁樣，多謝天父，多謝耶穌，即係有時會啲意念彈出嚟，啊耶穌真好。啊！耶穌陪住我，即係你冇去諗嘅喎，佢自己帶個意念出嚟。啊！耶穌就喺度同我一齊，耶穌好中意我，即係佢係有時會有啲意念嘅。你有呢個意念，你就感謝神有呢個意念，即係佢會咁樣彈出嚟嘅。呢、這個就係有時係聖靈嘅帶領啊。咁有時可能唔係嘅，咁你但係咧你分別，你發覺係幫到你越嚟越安靜啊，更加親近神咧，你就可以。敏感到聖靈帶領你，不過有啲人咧，佢就成日以為聖靈帶領咧，佢又未必係嘅，有時人可以自己一路自己諗嘢嘅。咁咧呢個就係我哋需要學習放低自己，讓神嘅帶領。譬如我自己帶祈禱咧，我唔喺度諗住我下一句講乜嘢嘅，我就喺度真係神，主耶穌真好啊！哈利路亞，因為神就俾即係俾我意念，咁我咪諗出嚟㗎。係佢裏面就走出嚟嘅，咁我就跟住講出嚟就係。咁大家都可以咁樣。好啦，跟住咧可以做咩咧？跟住讀啊，讀經啦，唱詩敬拜主啦，等候聆聽啦，即係可以讀聖經啦，思想個經文，讀完咧就思想，去慢慢去諗呢個經文，同埋咧可以唱詩敬拜主，等候聆，同埋可以等候聆聽神。好啦，結束禁食嘅時候要留意，我一齊讀啊，若禁食好過啲人數長。結束禁食禱告時，不能馬上聽到飯固體食物，需要先按湯或果汁，為容易消化的食物，等到身體適應才吃普通的食物。就是話，當你已經禁食咗，譬如一個禮拜，你唔會即刻就食肉嘅喎，飲湯先，等個身體適應下先，因為你突然間咧，你啲腸胃可能適應嘅，咁咧就需要時間適應嘅。咁最後嘅金句一齊讀下。你們應當禁食、哭泣、敬拜一心歸向喺神面前，我哋個個都應該禁食啦。所以呢個經文咧係叫我哋鼓勵我哋要做嘅。我哋都應該禁食、哭泣喺神面前，即係話為我哋嘅罪哭泣、敬拜一心歸向神。而家課咧喺呢個禮拜之內試下禁食一餐或者多餐，然後咧下個禮拜翻嚟分享一餐或者多餐，同埋咧。能不能做到呢個靈嘅祈禱？即係個心靈中意神啊！當你做得到咧，係即時經歷神噶。嗱，你再睇睇我嚇，即係個心咧就係中意神，好似個心湧啊神，好中意神。耶穌，哈利路亞！當我諗到神咧，即係可以語言不全咁講出嚟。但係你點解見我唔係成日咁啊？因為我可以收制，我依個靈開通，但我喜樂我唔收住得，我喜樂放出嚟得，隨時一諗耶穌咧，即係個靈咧，飛去神度，同神相通，耶穌同我一齊。嗱，有啲人覺得哇好難喎，你由咩開始啊？中意神開始，你中唔中意食嘢啊？中意。你睇到嘢食咁好食，芒果咁好食，菠蘿咁好食，都有香味喎啲食啊，好香喎，啊！荔枝咁好食，你又諗到神咧特登巧手做出嚟俾我食啊？神專愛嘅，你咁中意嗱，你可以食啲芒果，食啲荔枝，或者食啲菠蘿，然後你多謝耶穌啊！你咁有愛心真係好啦，即係由中意神開始先，中意神真係感謝神啊！我有手又有手指功，如果冇手指功咧，咁樣都好難㗎，係咪？感謝神，我有手指功。感謝神，我有眼睇到嘢。感謝神，我唔係一條幽人。感謝神，感謝神，我識諗嘢。感謝神，我有感情。咁樣中意神，
神啊，你真好啦！又感謝神，神感動我，聖靈向我講説話，帶領我悔改認罪，帶領我去親近佢、遵從佢，又服侍人、祝福人。咁樣嘅時候咧，你嘅心中意神咧，你就容易進入靈嘅禱告。所以祈禱好即係有啲人嘅，我講曬啦，已經講曬啦，係神祝福我嘅孫啦、我仔女啦、老公老婆啦、教會啦、傳道人啦、地區啦、香港啦、世界啦，講曬啦。都講咩嘢啲咧咁？嗱，你嗰筆就講嘢祈禱。其實咧，神知道，當然你咁啊，你個用嘅心靈祈禱都可以同時為到某啲嘢祈禱嘅。即係譬如一路嘅心靈祈禱，一路諗住教會，神啊，祝福教會，祝福呢個教會會有力量。你都可以一路為全部人祈禱，又可以一路為牧師祈禱，神啊，祝福佢興起佢，去到更多地方，祝福更多地方，興起更多人，復興更多人。即係你可以個心有多謝耶穌，多謝耶穌。無論咩祈禱，都用個心靈湧出嚟嘅。有冇問題想問啊？關於個心靈湧出嚟呢樣嘢係需要時間，但係你中意神先。好，有冇問題啊？如果冇咧，我又帶大家去親近神啦。咁咧就大家咧學下。